换什么的。我跟你说，这种你要是拿用这种做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挤过去以后啊，它不是均匀的，它要么有一块硬，有一块软。对。那你这样做，说做能做的话，那零动机的话，刚那二十克的拍了吗？拍了以后，然后拍一些视频，然后你这是客户要是吧？啊，是客户要是吧？定了是吧？试机是吧？我这四十克他试过了，他就需要看一下是十九克的，十九二十克一样，差不多没事，他也是一样的。他主要是确定你这个模具可以做，他看看评级。我这四十克都已经切完给他看了。你现在想着那个我去打皮的时候，那个王总他专业知道，他说肯定不是皮的问题，绝对是定级问题。因为你这种定级，我们只有这个定级。啊，我一看看，买那个定级机不行吗？打太少了，让你打那个奶油试啊，那这种确实是不好的，试了这么多次确实是。打奶油谁不愿意打？我也愿意打奶油，只是客户愿意吧。就像这样的，你做冰。